哎，我那 BB 机你还我呀？你不是手气不错吗？大街上再捡一个，这个没收了。哎，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毛上去？不是，我这意思就是您吃完饭再走多好。吃饺子。哎喂，麻烦请呼1315，免贵姓贾，您跟他说今晚8点老地方有要事商谈，哎，您最好替我呼个10遍8遍的啊，哎，再见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还没让人家给你带走啊？和平还说让我给你送被子去。什么？哪儿的事儿啊？人家警察同志找我是了解点情况。你可越来越出息了啊！连警察你都给我招架了，那也得分来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总不会来请你给他们上法制课吧？哼！听和平说，人家是为 BB 机的事儿，啊？我看也是。你现在穷的，连碗馄饨你都买不起啊！你还买 BB 机呢？你，还得说人家警察同志的觉悟高啊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。你说昨天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您别听风就是雨好不好？我要真有事儿，人家警察还能让我在这儿待着，早跟他们走了。那 BB 机啊，我一不是偷的，二不是抢的，我是捡的。我现在已经托警察啊，赶紧给我寻找失主。您呢，在家等着接表扬信吧。啊，不可能。怎么就不可能啊？啊，合着好事搁我身上就不可能？那您养我这么大干嘛呀？你要打小就把我掐死，省得我祸国殃民长大了。哼、哎，闹了半天你还挺委屈的啊！等谁呢？是不是又等那个？我这还着呢。来。志新，哟，怎么了？怎么迷迷瞪瞪的？啊，小西服也脱了，小领带也解了，小眼睛也闭上了。你这是受谁的折磨了？啊？还能有谁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？怨我！哎呀，谁想到我魅力这么大，把你给迷得五迷三道了。没错，我都迷瞪一整天了。你那 BB 机是好来的吗？怎么导不出去？出了，今儿上午出给俩生人了。哎呦，行啊你小眼睛，多少钱？人家光把货拿走，倒没朝我要钱。这多新鲜呢，你得朝他们要钱。谁敢呢？就是白送人家，我还落一身不是呢。明抢？谁呀？找配呢？警察。分局刑警队的警察，你怎么把他们给招来了？哎，我说你别紧张，这儿没有。我紧张，我紧张什么呀？我又没办法。那什么才叫犯法呀？那 BB 机的主人，哼，是没托您帮他倒机去吧？您那服装生意挺冒风险。前天上午11点到11点半之间，是不是上人家家里进货去了？志新哥，哎，别套词啊！我跟你划清界限。我也是年轻幼稚，上当受骗，你就忍心看我坠入火坑，不拉我一把？你打算怎么把我发落？你是不是特想为民除害呀？我要真有这份决心，早就把警察直接领这儿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亲妹子，还曾经为我铺过床。得，哥跟你一块儿去公安局，坦白从宽，争取个好态度。哎呀，我就是再从宽，他也得在里头待20年呢。等办完了出狱手续，我就该办退休手续了。那我在外边等着你。什么？你还想在？
好的。你踢我出省 BB 机就已经犯了销赃罪，接着又隐瞒机子的来路，犯了伪证罪，如今又给我通风报信儿，咱们俩呀早就拴在一块儿了。那怎么没经本人同意就把我发展进去了？志新哥，原谅我这回，我下回不干了还不行吗？真的，你看不出我也挺喜欢你的吗？嗯，赶明儿个，咱俩合伙做正经生意，再合伙过正经日子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是，哎，我现在有点晕啊。不是，你在这桩抢劫案当中，你到底干了些什么？也就是站岗放哨，起了点游击队的作用。正规军是杨子他们。杨子啊，就是我在旅馆当服务员那会儿认识的，你不是也见过吗？我早看出那不是个东西。对。哎呀，哎，小姐，这有电话吗？没安呢。哎，哎，阳光，这不是有吗？什么有？有什么有什么？你们家有上你们家打去。志新，你们家不就在旁边吗？走，去你们家打个电话，顺便呢见见你们家里人。走走走。行，我昨天倒是跟我们家人说了，说你呀长得跟天仙似的。第五局的第六题，真是不好行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就给您介绍到这儿了，欢迎。哟。还没睡呢哈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常说的丽的小姐。嗨，瞧瞧人做生意的多会抓紧时间，我给您沏杯茶去吧。别忙，嫂子，回头我自己来啊。哎哎哎，喂，请问哪位杨先生？呼幺三幺五啊？对，是我啊，在艳红咖啡屋附近。啊，真的，火车票买到了，太好了。风声很紧啊，嗯，你另约个地儿，我去取票，啊，你呼我就行，哎，就这么着啊。志新，你看人家溜达小姐到咱们去打理的，那事先你也不打个招呼啊？哎呀，我们到别人家一般都不打招呼，怕给人添麻烦。你想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这家乱八糟都没规矩。没什么。其实真乱的人家你们还没有见过呢。上一回我们去一家呀，啊，就一撬门啊，什么？就是因为家里太乱了，老丢钥匙，所以只好天天撬门了。哟，那得多麻烦呢，得撬惯了也就不麻烦了。哦，这一行吧，就讲究这个心灵手巧，难弄着呢那个。哎呦，志新呐。能带我参观参观你们家吗？行啊，我带你去呀。哎，随便看随便看。哎，和平啊，您他到各屋都去转转。行，我先去您那屋啊。